小鹿犬一般几斤？小鹿犬属于小型犬，成年后的标准体重一般在6至10斤左右。母犬一般比公犬轻1至2斤，最轻可达4斤。当然，如果饮食较好，运动量少，也可能出现10几斤以上的。因此，这个标准体重只是作为一个参考，因为狗狗的体重是会随着喂食量、饲养环境、运动量等各种因素不断变化的，所以只能说小鹿犬的体重不超过10斤是一个比较健康正常的范围。